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幸福来敲门，我是涂磊，感谢您在电视机前的守候。我们要感谢土豆网、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 PPTV、 巨力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继续观看本期节目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节目当中的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，他们分别是天津欧亿克供应链集团总经理龚碧彤、六人游合伙人潮汐、银朗文化的董事长赵小叶、华谊嘉信首席娱乐官曲伟。接下来我们用过一段小片来了解一下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。喂，陈汉啊，我现在在天津电视台参加一个幸福来敲门这个栏目，哎呀可高兴了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激动的赶紧通知咱的所有粉丝让他们关注这个栏目，完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来祝贺我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在天津电视台参加这个幸福来敲门这个栏目了，哎呀可激动了可激动了，你赶紧通知咱的粉丝团，赶紧通知咱的粉丝团，赶紧给我加油。为了这一个时刻我已经整整准备了10年，我会努力证明我自己的，朋友们为我加油吧。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您来自于哪个朝代啊？我来自于现代。那您穿成这样是？这是我的戏剧人物的造型，我的是穆桂英。啊，您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陕西的刘宇，是一名秦腔演员。哦，先给我们来一段好吗？好，来，掌声欢迎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幸福秀。头一次看这个现场版啊，你最后那个亮相，我看一下。主要是眼神吧？是变脸。你眼神看着哪儿呢？看着摄像机，通过训练就可以。不是你这多少年了？开始学戏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。穿成这样跟我说话是不是特费劲？卸了妆我们再聊。好的，来来。你刚才说你是个专业的秦腔演员，嗯，来到这里有什么幸福心愿？我们先说一下好吗？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就是，我想有一场自己的演出。来，请回。刚才听你这么心愿一说，好像你已经阔别舞台很多年了，是吗？有10年时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之前。做了2次大手术就离开了舞台，我把腰给摔坏了。怎么呢？打全国比赛红梅金奖，哦，中国剧协举办的，就是最难度那个360僵尸落地，把那个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就挂在后面，就把髂骨给电裂了。哦，电裂了以后呢，我就想着也年轻没关系，后来呢我又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，最后以全陕西省第一的名次
被学院给录取了。去到学校以后非常的幸运，刚好又碰到上戏60周年大庆，又参加了一些大戏的排演，所以腰伤很重，也一直是打封闭，就这样子在往前走啊。在排《同床共度》在这个下场的过程当中，因为舞台上面是亮的，底下是黑的啊，以后下场的过程中呢，就是他那个踏步没有看清楚，就又摔了一下，查出来以后就已经病变了，做了第一次手术。手术做完以后呢，100天落地走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做手术的那里边搭的那个支架又给断了，断了以后呢又做了一个二次手术，伤的就特别重，伤到神经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坐轮椅，拄双拐，双拐拄完拄单拐，单拐拄完又拄小拐杖，就这么多年一直是离开了舞台，有这样一个心愿。就是人呢，太能忍是不行，有的时候就是小病忍成大病，没有办法。如果你在事业上你不去拼，这个舞台它是长江退后浪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非常的珍惜这个地方，因为我是世家，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非常著名的演员，所以我的这个基因里边有这个良好的传承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是离开舞台，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。所以说我相信那段遭遇对于你的家庭也应该有很大的影响。是顾不上家，然后那个我的前夫因为交友不善一直堕落，染上了很多不好的习惯，不停地在外面借钱闹矛盾，不给钱的话他就会打架也会打孩子，所以后来就分开了。分开了以后呢也是不得安生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砸门砸窗，把衣服全部用剪子剪的一条一条的，把你家里的只要是能变成钱的东西全部拿出去变卖，就已经离了婚还在滋扰你。是他骚扰一次我报警一次，这种骚扰长达1年多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把孩子偷走了。谁？你前夫？是对，要把娃娃卖掉。卖掉啊？是他要换钱。后来呢我和我弟弟就先报警，报完警了以后呢我们就到火车站，就躲在那个一个隐秘的地方就在找，最后终于是把娃找到了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您现在怎么样？再次成立了家庭吗？这个现在的丈夫就是我，原来一直在报警管我们那个辖区的那个警察。时来运转了，好好珍惜吧。接下来我们有请丈夫。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。来，我叫李坤，今年23了。23，您呢？我叫李建华，是西安的一名警察，我今年56。他跟你姓啊？我儿子不跟我姓，跟谁姓？你看这话说的多自然呢。现在他今天的心愿是说想回舞台办一次属于自己的演出。他这个愿望很久了吗？他这个病好了以后，他确实有这个心愿，但是这个身体状况的话，不希望因为上舞台再造成其他的事情发生。你一直是在做保护的工作，是吧？可以这样讲。所以说你们现在是幸福的一家子。听说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点自闭的，是吗？是啊，因为家里面出了各种情况，包括那会儿我可能青春期吧，各种事情都不如愿，我就想是还不如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算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跟我自己沟通就好了，我干嘛要跟别人沟通？所以是谁帮你走出来了？是我们帮他走出来的啊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刚好我在养病养身体，我就跟他现在的爸爸我们商量了一下啊，以后呢我们就给他请呢私人教练练自由搏击散打，因为他那时候小嘛，我们两个工作是这样子的，他就要上学去，身上带点钱吃中午饭，一弄就被人家掐着脖子就堵到那房子后面，啪啪啪啪一打一搜 MP3 呀，身上的钱全部搜完，哇就没地方吃饭了。你可别说了，你说的儿子都不好意思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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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是自己能保护自己这就好了。你觉不觉得你妈说话不像她这个年纪？再下来给她请。像那个小女生说话，对吧？太活泼了。对，太活泼了。我问一下李坤，你是多大年纪的时候继父走入你的生活？
12、13岁了。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大年纪了，一下子能接受？就是叛逆那段时间比较严重，自闭。啊、嗯，当时我还不是很认可爸爸。嗯，然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大家想象到，就是一个大老爷们跟你在谈心聊天的时候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成。哎呦，你还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呀、啊？给娃这个以苦教育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可了。还记得叫爸的那天吗？就那天了。这就是幸福的一家人了。其实，在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，其实一开始你丈夫是不太支持你这个心愿。他11岁就开始学习，嗯，一场大病过后了，在家待了这么多年，这是他一点遗憾。但是，我就认为，假如说是不要命去干的话，那我觉得你最后可能有得不偿失的地方。嗯，我在那个手术后第5年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心愿，我就是让我录一个个人专辑，最起码也算是以后上不了舞台，也算是对我以前的一个记录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他是绝对的不支持，就一直在家跟我吵架，吵得我一进录音棚嗓子哑了，唱不出来了。后来呢，我说你帮帮我，毕竟你不帮我，谁还能帮我吗？就参与了整个的这个过程以后，他下来，他终于说是，哎呀，老婆，太辛苦了。我只是在舞台上面看到你光鲜的一面，我不知道你要做这么多的事情，我理解你了。这种理解是因为爱。接下来你的这个心愿是否能够实现？四位老师，对于他的幸福心愿，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助力呢？听了您的开场小段啊，能够感受到您精湛和深厚的演唱功底。现在呢，能够得到先生和儿子的支持，我觉得您是非常幸福的女人。我们欧一克呢会帮助您实现您的心愿。谢谢。现在既然有人愿意帮您把这个演出的梦想完成，那么我想一定您还缺一些人来帮您，比如说是邀请函的设计，比如说是现场的执行。因为我们宁浪文化是公关公司，我们也做很多活动执行，所以呢，您这方面的工作您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，我们愿意支持您完成您一个最美丽的梦想。谢谢。我们今天会给你有惊喜。来，我们到这儿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呢？请开门。来，三位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来自天津广东会馆，综合工作部副主任何川。啊，可以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广东会馆吧。嗯，许多呢艺术家，谭鑫培、梅兰芳梅先生都在这个舞台上演过出，所以说这个舞台呢，如果给老师圆梦的话，应该是非常好的。他会提供这样的舞台，让你演出，而且意义重大。所以你帮我们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注意自己的身体。谢谢，我知道，我记下了。期待你的演出，好吗？谢谢，来，谢谢四位，再见。谢谢。对于刘宇来说，生活就是一个广阔的舞台，虽然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，但命运的天平并没有倾斜。事业上失意的他，不断演绎亲情的浓浓暖意。我们祝福他永远健康幸福。我们来看到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的故事。Hello everyone, my name is Quinn Emily Tang. 我今年15岁咯。一年之前，大家说我说的是来自外国的中国人的讲的外国人的中国话，但是我觉得我是挺棒棒的，至少算得上是来自外国的中国人讲的外国话吧。别看我坐在我的小伙伴上，但是我是可强壮的人了。看一看咯，我今天来这里可是要挑战世界纪录的哦。控制住自己哦。不要爱上我，哈哈！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。Hello, 你好。你只有15岁？对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不可能吧？实际有个很好的故事啊。什么故事？是我15年前，我从山顶上。我的车翻到悬崖下面去了，我就突然间1秒钟之内，我的所有的人生都改变了。所以我决定
然后把我出车祸那一天改变成我新生命的生日天。就是从那天开始每活一天都是赚着，到现在为止赚了15年。对呀、啊、哎，这样想还挺好的啊。哎，你刚才在那个片子里面说那个绕口令啥意思？没听明白。绕口绕、外国人在中国人住时间长了能讲中国话不错的，但是还有一点点瑕疵啊。那你现在国籍是？我现在是住加拿大的中国人。你是我所见到的坐在轮椅上尤为快乐灵活的一个人啊。是吧？而且你从上场到现在为止，即便是15年前那场生死，你也说得特别轻描淡写。对啊，我就是那么快乐，还有超级寻找快乐的人。哎呦，你还能这样呢？对，玩儿嘛。以前都是男生能这样，你臂力可以啊。我是高位瘫痪啊，我是六七节没有知觉、啊，然后手也没有知觉，但是啊，摔倒了无数次以后，坐轮椅啊，跟玩儿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你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玩一段？当然要、啊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唐坤的幸福秀。Thank you。最高的高原是青藏高原，天路上走来。蓝美丽的高原红，最长的城墙是万里长城，月亮之上嫦娥在遥望着中国龙。我扮江南 style。Gangnam Style， 谢谢三位，来来来，让他们自己介绍自己。好的好的，塞迪卡，哦，来自于产秋恩，来自于泰国是吗？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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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 to meet you。Ali， I am from Canada。来中国多久了？我们来了4天了。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？I love China， I love Chinese foods。I love shopping here。 喜欢在中国买东西啊？对，去年我带他去杭州一次、一天内、他买了2个皮箱、每一个店至少要待半个小时，跟老爷爷在讨价还价。感谢这位外国友人为中国 GDP 做出的贡献。那位呢？那位加拿大的朋友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？ I love China. There's so much.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. I loveall of the architecture, the old and the new buildings. I just want to get out there and go and see more of China. I absolutely love it here. 他就是太喜欢了，一下飞机的时候，手机就拿出来，这个拍，那个拍，什么东西都拍。来天津的时候，特别惊讶，就是看超级美丽的现代化的建筑，然后一转弯就是那种古老的建筑。所以他的相机手机啊都拍满照片了。两个朋友能够跟着你一起从加拿大到中国来，同时爱上中国，是因为他跟你有共同语言。对 对, 对、也希望你们在中国更加快乐。I love China。 生死你也经历了，你也挺快乐，还有人陪着你快乐，你应该没什么心愿。心愿很多啊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先说心愿吧，正儿八经的把今天的心愿先说出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希望我爱我的人和我的父母一起跟我一起去爬长城。来，请回。爬长城你体力能行吗？我非常努力的在这1年半当中啊，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个梦想而奋斗。有的时候啊，我那个手上啊，3-4个水泡都磨出来的。这是我好几年前垫腿啊。这是我在室内锻炼，摇陡坡。然后这在室外，大约25-30度的陡坡吧。
啊，这是在我们大学附近，就是几乎每天，用各种的方法来训练准备一下，就是为了长城而准备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爬长城来的？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有想法，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的去做它。但是最近几年，我看到很多的残疾人朋友们需要一点点正能量的鼓励，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一点鼓励，因为最近几年出了很多的瑕疵和困难吧。对，长城应该是给我自己做鼓励的最大的一个目标，跟自己说，不管人生出了什么样的磨难，只要有任何的梦想，只要努力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所以不到长城不是好汉吗？我要做长城的女好汉。家人同意你这个心愿吗？他们担心吗？担心是一定担心的，我都是先做再告诉他们。我觉得在我成功的那一刻，然后奉献给我的父母，说你的女儿不是残疾人，还是跟原来没有什么区别。我们这有一段 VCR 是来自于你父母，我们来看看。宽，爸爸跟妈妈心里有好多话要对你讲。我记得那天半夜突然来电话，告诉说孩子受伤了，对不起，控制不了。没想到他有这个心愿，他爬长城是受到加拿大的一个残疾人，他曾经爬上了长城，上半身手是好的，手有力量，他可以是追着这个轮子往前走，他呢要爬每一步靠手这么推，用很大的毅力才能挪那么一步。你很伟大，爸爸妈妈永远爱，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看来你非常喜欢刺激的极限运动，是吗？啊，你知道太多了啊！你数，随便数来听听嘛。攀岩，你咋攀呢？他把你吊起来啊，你用两个胳膊拉自己，完全靠两只手。对对、啊、不是两只手，还是手臂，因为我手抓不到嘛。这挺难的，我也爬不上去。然后这是平地滑雪，不是那个 downhill。如果你看我的手的话，我是用那个胶带绑着的。然后这是我从山顶上，大约3000多米的高山上往下滑雪，太爽了。那个男生必须一直跟在你旁边。对对，他是后面那两个绳啊，他会帮助我万一失去控制。这个是我们那里有，就是不同颜色的滑雪，绿色是最简单，蓝色还有黑色，从蓝色滑到黑色的时候太舒服太爽了。难道这样往下滑的这个俯冲的过程当中，你不会联想到15年前吗？15年前我的车祸啊太严重了、所以我昏迷了1个多星期才醒来，所以对，车祸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然后这个呢是3年前我和41个加拿大朋友创造世界纪录，我做了第一个，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残疾人上了我们那边一个最高的山，2300米左右，没有路的，就是两边都是悬崖。这是我的好朋友 Chris， 然后我们一起去做一些好玩的，比如说划船了、这是我划在那个水上划了4个半小时。这是什么船？旁边还有两杆。这个叫为残疾人设计的，就是旁边的那个支杆是保持它平衡的。对对，这样不让我翻进水里、然后这是在荒野的地方，没有路的地方，去露营是吗？对对，跟着朋友一起就是走。这种照片就是想，如果你的思想能带到你去某一个地方，你一定会找到世界上很多人来帮助你一起去到那个某一个地方。这都是朋友。这是打篮球呢？这是轮椅橄榄球，超刺激的。那得撞啊，嘣，那会受伤啊。把你撞倒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。你干的好多事都是我没干过，我们不如你。没有了，我觉得这种好玩的极限运动，如果没有世界上的朋友，您的帮助，您的事 Go Quinn， 我的梦想是完全实现不了的，就跟我爬山一样，没有41个好朋友我上不去。唐坤今天的幸福心愿是很简单，分享他爬长城的过程。对他这个非常简单的幸福心愿会有什么样的助力呢？来，其实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爬长城，
而且让更多的人知道的话，这种意义是非同小可的。所以我们愿意支持你，帮你多做宣传，让更多人去看到你所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果，让更多人能够以你来激励他们自己，在自己的微博上为他加油。一定，我觉得能就是一快乐的天使，可能更多的人都很希望跟你分享快乐，所以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开一个直播频道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迎朗文化也会提供你相关的这种技术支持，让全世界所有的人看到你在这一路上你的汗水你的欢笑。Thank you。 唐坤在北京爬长城本来就是我们分内的事情，所以说六人游自然会鼎力相助。其实唐坤，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我今年才15岁，因为我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我要珍惜的，我觉得我是赚来的。其实我觉得你的故事可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赶紧从昏昏雾雾当中清醒过来，早一点像你一样天天快乐，把握生活中的每一天。好、oh, thank you， 真的要感谢朝夕和他的六人游、这一次的来北京的旅程啊，是真的多谢他们帮我安排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、就是这种好心人，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成功。你的这个经历啊，还有坚强的意志，深深的打动了我。然后呢，我的个人呢，这边会给你一些个资助啊，支持你，让你实现更多的梦想。谢谢。唐坤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燃烧，他时时刻刻都在燃烧嘛。但是如果你认为唐坤只是一个只知道玩的人，那你就错了。唐坤在世界500强工作，我是我们公司的唯一的高位摊的员工，因为有好心人看到了我的能力，没有看到了我的轮椅小朋友。所以就是还是要多多的感谢世界上所有的好心人。我还想加一句啊，虽然我有成功，但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的是，在我成功的时候，我还要返回来去帮助其他的朋友，让我所有的朋友们都为国内的朋友们捐款，所以我们买了就是防止褥疮的作为垫子，然后我还拿了一个轮椅要捐献给中国残疾人贫穷的朋友们。你的这种帮助不光是物质上的回馈，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影响。越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，越要在生活当中善待自己，对生活更有要求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把你刚才的那个舞蹈教会给更多的坐轮椅的朋友们，他们跟你一起跳的话，不恰恰就传染了你的快乐。对，我现在就在加拿大，就是教健全人和残疾人朋友们一起跳中国的广场舞。哦，是吗？原来广场舞都传到那儿去了，是吧？我们栏目组给你有礼物，我们的节目组会跟着你去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，然后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。这样的话，相当于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成为你分享的对象，大家伙都会在电视机前为你加油。哇，你觉得这礼物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所以赶快直播。好啊，我保证你今年红了。哎呀啊，那你给我礼物呢？我要反悔给你一些礼物，是吧？我从加拿大带来的我们的特产，是 surprise， 加拿大的牛仔帽子。牛仔帽？对。然后呢，里面还有几本残疾人朋友写的书，拿上来吧。帮我们分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哇，大家太帅了！哎，他戴很适合哎，太帅了！对对，太帅了！谢谢你的礼物，我们会好好的珍藏。好，非常感谢你的到来。Thank you。祝愿你26号爬长城一切顺利，加油！再见。Thank you。在节目录制后，节目组工作人员随唐坤一起来到了北京八达岭长城，见证了唐坤爬上长城完成心愿的震撼时刻。
在唐坤正值花季少女的年龄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诚然生命有挫折，但并没有带走这个女孩天真的笑容。也正因为这些磨难，才让我们见证了她如何走向成熟，走向成功。愿幸福与你常伴，我们永远祝福你。感谢大家在电视机前的守候，如果你有幸福心愿，欢迎来到这个舞台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。我们要感谢土豆网、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 PPTV 聚力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继续观看本期节目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传递生活正能量，天津卫视